蓝毛，你到底什么时候交保护费？都 TM 拖我一周了，你玩本少呢？对不起，我真的拿不出来。拿不出来是吧？来人给我打。你们全都给我住手。蓝毛，你没事吧？他们有没有伤害你？谢谢你救了我安安。你谁啊？敢闯到我们的领地？女人，我劝你离开这里，要不然连你一起打。我的天啊，这女人是谁啊？竟然敢打我们老大。女人，你竟敢打我，还从来没有人打过我，你是第一个。那又怎样，我打的就是你恶霸。走，蓝毛，我们不理他。呵，女人，你成功引起了我的注意。告诉你，你这个恶霸要是再敢欺负我闺蜜蓝毛，我跟你没完。那个女孩可真可爱啊，她是几班的？老大，你怎么突然问这个？该不会喜欢她吧？什么喜不喜欢？告诉我她是几班。啊哈，老大，她是一班的。一班的啊，怪不得这么可爱的。同学们，今天我们班转来一个特别帅的同学哦，大家欢迎。我的天啊，好帅，简直就是我的菜。好了，新同学选一个座位坐。心想，我的妈呀，那个校霸竟然坐在我后面，该不会要报复我吧？我的天，那个女孩慌张的样子好可爱啊，我已经沦陷了。这是一个人类与吸血鬼共存的世界，这里的吸血鬼往往比人类更有权势。在这里，人类就像动物一样，必须时时刻刻听从这吸血鬼的安排。喂，前面的人类，快给本殿下站住。吸血鬼殿下，你要搞什么？我可没有惹你们。瞧瞧你这个鬼样子，笑死我们了。果然啊，人类就是这样懦弱又胆小，真是个伪君子。那殿下喊我有什么事？没看到本殿下的鞋脏了吗？还不跪下给本殿下舔干净。这是下人干的活啊。你就是下人，快给我舔干净，要不然吸光你的血。是殿下，我马上。哈哈哈哈，真是个愚蠢的人类。为什么我们人类要这么卑微？同学们安静，怕是今天新转来的吸血鬼冷夜。冷夜选个地方坐吧。冷夜哥哥，坐我旁边吧，我爱慕你许久了。老师，我坐在那个女生旁边吧。别怕，以后有我保护你。谢谢你，冷夜。没事的，只要谁敢欺负你，告诉我，我替你摆平他们。可恶，我的冷夜哥哥竟然坐在你旁边，下课等着吧，流年。奇怪，我怎么感觉有一股杀气？不会吧，晚安安用了干什么？流年，跟我来一下，我有话对你说。暖安安，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有我冷夜在，谁都不准动他。夜哥哥，你误会了，我只是想请教他一下人类知识。你愿意去吗？流年别害怕，有我在呢。我没事的，你回座位吧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呵呵，你马上就知道了。暖安安，你想要干什么？你还不清楚吗？这么喜欢缠着叶哥哥，你根本不配下去吧你。不好，流年有危险。你没有事吧，流年？是你救了我，谢谢你，冷夜。要不是你，我早就 BBQ 了。放心吧，只要我冷夜在，你绝不会受到一点伤害。可竟然没有得逞，等着吧，神流年，下次你不会这么走运了。对了，流年，你还没告诉我，你是怎么从天台摔下来的？啊，我的父母被安南岛威胁的，要是被冷月知道真相，我的父母生命就有危险了。没事的，是我自己在上面散步，不小心摔下来的。好吧，流年，你为什么不肯告诉我真相呢？明明是第一次见面，冷夜，为什么要处处保护我呢？你还着在坐着啊？你们要干
什么？就你勾引叶哥哥，你这个人类你根本不配，好吧，根本不是我。都别废话了，姐妹们吸光他的血。救命啊，还不能够救命啊，我看谁敢动他。到了殿下，是吸血鬼王子。你终于来了。敢动我的人，你们是不是活腻了？快放我下来。嗯，好的。你走吧，我自己回去就好。可是你的伤还没有好啊。我让你回去你就回去，哪来那么多废话。你怎么突然变成了这样？是我哪里做得不好吗？对，就是你的不好。每次你和我亲密，其他们都嫉妒我，欺负我。要是没有你，他们也不会欺负我，全都是因为你。请你离开我的生活。好，我不会再出现了。求求你们别打了。你的吸血鬼王子呢？不来救你。果然没了他，你什么也不是。可能我就不配出现在这个世界吧。流年，不要做傻事。别做傻事啊，流年。你干什么啊？别拦我。流年，求求你了，别这样好不好？昨天谢谢你，但我不需要。这个世界我本不该出现的，我真的不该受欺负。不是这样的，流年，你是最好的女孩。流年，你终于醒了，太棒了。你昨天突然晕倒，我可担心了。我没事的，左肩，谢谢你。呵呵，没想到啊，没想到原来那个流年是那样的人，为了和他在一起把我抛下了。干杀我等着吧，有你好受的。你要带我去哪里？下面的人都给我听好了，快看，是吸血鬼王子，他要说什么。以后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敌人，随便你们欺负啊。冷艳，你为什么？这就是你耍我的后果。